请问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故事？我妈妈的手提包。这是你的手提包还是我的手提包？是我的。是手提包还是书啊？手提包书。那我是一本手提包书，真的可以提起来。里面是妈咪的东西，你怎么把它拿过来了？这是我的圣诞礼物。那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。妈妈的手提包里面有一支原子笔，打开第一页，这边还挂了一个吊牌，写 Always Flying， 对不对？ Always Flying。 打开第一页，这里有毛线、毛线棒，还有钥匙。妈咪的皮包里面怎么钱币到处乱丢？还有狗骨头。还是狗饼干，狗骨头形状的饼干，还有电池、胶水，这里还有一本书哦。他们写咖啡店，你要把它打开吗？这个打开。先打开一下这个。你看。那个等一下哦。这打开以后有介绍这本书的出版社。上面呢是我的小钱包、皮夹，还有一个项链呢。这里面是妈咪和你哦的照片。打开吗？打开里面都是零钱，还有邮票哎，这是美国国旗的邮票。然后这里还有我妈妈的信用卡啊，糟糕，我的信用卡号码被你发现了，不能拍。然后里面还有很多钱，这是我的信用卡，这是你的信用卡哦。然后他说，我妈妈曾经和我一样小哦，她越长越大，越长越大，越长越大，她总说我是她的小宝贝。没有，这是他妈妈小的时候，然后长大，对，他好胖。对啊，越来越胖，都是因为照顾你，所以没有时间运动啊。然后包里面还放了你的照片，对不对？这边有你的照片。然后呢，这里还有一颗球，然后还有一双高跟鞋。我们打开看看。化妆品。我们来打开看看化妆品。下面一页哦。高跟鞋，我妈妈总说要把你最漂亮的一面展示给别人，所以她才会有很多很多的鞋吧。这双高跟鞋有没有漂亮？有吗？然后呢，还有香水，我妈妈闻起来总是香香的，我就不是，有点臭臭的。然后还有妈妈的太阳眼镜，为什么臭臭？这是香水啊，臭臭的时候可以喷。然后还有项链、耳环、戒指。我妈妈非常漂亮哦，她有时候会精心打扮，就像我一样。你看，你精心打扮以后，戴上王冠，还有拿着这个仙女棒，这边有妈妈的梳子、口红哦。化妆包打开，里面有好多东西哦，睫毛刷，有那个指甲油，然后这个应该是发卷，还有美容霜、假睫毛都有，还有戒指哎，你可以试戴一下妈咪的戒指哦，可以戴进去哦。叮，有没有漂亮？卫生纸，你要不要试戴一下戒指？哇，好棒哦！是卫生纸圈，是卫生纸圈。另外一页是卫生纸圈。好，我们看看下一页。下一页真的是不是是卫生纸圈吗？看起来用胶带。有时候呢，如果不太忙，我很乐意帮妈妈做事哦。这是妈妈的。什么计算机？哔哔啵啵哔。对，妈咪的包里面有胶带，有铅笔，有笔。这里是今日计划，这是什么？你刚拿出了什么东西啊？我看一下，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我来打开。你要帮我打开，是要从这一边打开，你开错方向了，所以打不开。对，这是什么？电脑。这是妈咪的手提电脑哦。是梨子牌的，不是苹果牌的。打开里面，上面写“完美妈妈，随叫随到”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一周7天都会出现。怎么样做更多的事？然后呢，还有个十百千万一万种最好吃饼干的做法。怎么喂大象？回收单只袜子？沙鼠论坛及其他。然后本周呢，让我们与完美妈妈相遇。这是来自纽约的安，这边有 keyboard 键盘可以打一打。还有一件事情，还有一只橘色的袜子不见了，要找橘色的袜子。所以妈妈电脑把它收好，好不好？不要乱丢。我们刚这里还有什么？有手机哦，哇，手机屏幕上放的是你的照片呢，然后妈妈的水。还有妈妈的哇，还放了一个时钟在那个包里面，还有维生素。
我妈妈总是很忙，就像我一样，她总说时光飞逝。哇，好有水耶。对呀、啊，然后这边有一个，你要喝一口吗？好，拿来喝一口。然后今日有什么计划？今日计划是洗车、修剪草坪、喂大象。为什么他们叫大象？烤饼干、打扫浴室、修电脑，还有买棒球赛的门票跟找橘色袜子。你有找到橘色袜子了吗？我们把电脑放回去，接下来继续看看橘色袜子在哪里。下一页呢？哦，是这个忘了收起来。下一页呢？我好像看到橘色袜子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在最后哎、欸，嘿嘿，找到了。哼，下一页是妈妈的画，还有她的画。我妈妈喜欢画画哦，不过她没有我这个艺术家优秀。然后呢，她说吃什么长什么，这是什么画嘛？这里有那个糖果，那吃糖果就长糖果吗？我妈妈喜欢给我吃零食，但她只给我吃健康的，像水果啊，然后还有这应该是地瓜条吧，还有坚果，还有新鲜的那个青菜条，还有 cereal， 对不对？我妈妈喜欢迷宫和数独游戏，她知道 A B C 会填一二三，所以这里有迷宫了，你会走吗？从这边进去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糟糕，我走到死路了，我果然不太会走迷宫，走这边好了。那是死路耶。哎呦，我又走到死路了，可能要请你来走吧。是这样子的。哦，走到了，好。然后呢，这里有 A to P、A to Q， 还有速读，可以193、1903、113、123，我可以学 A B C。嗯，好，接下来呢还有什么？我们喜欢穿着睡衣玩接球游戏，一直到很晚，所以这是他跟他妈妈的棒球。我妈妈呢喜欢在夜晚仰望星空，就像我一样，看星星会变哦，天空的星星会变化。穿着睡衣玩球应该不好吧？嗯，可以吧？看他们啊。我妈妈喜欢走路，我喜欢坐公共汽车，还有我们一起去海滩捡贝壳。我妈妈呢，和我。我和妈妈喜欢做一些不寻常的事。我要吃苹果。拿一下苹果。好吃。哎呦，他说他们有个虫啊，有一只虫。这他妈妈最近在读的书，家庭推理小说，谁吃了最后一块饼干？他们会一起读书。到底是谁吃了饼干？你猜猜看。是 baby， 是猫咪，是这个姐姐，到底是谁？是 baby。是 baby 哦，好。然后呢，他们会烤苹果派。然后呢，他喜欢参观博物馆。我不喜欢这个吗？到底是谁偷吃的那个饼干？是谁？最后一块饼干是谁吃掉的？不知道。Baby 吗？好。他偷吃圣诞老公公。好。哦，饼干找到了。找到了，在这边。对。哦，我妈妈喜欢唱歌，喜欢跳舞，然后呢还向往远方。我和她一样，也喜欢看电视，也喜欢看电视，喜欢玩那个手机啊什么这些的。这边有妈妈的照片，这里有那个，然后这是妈妈的护照，对，很酷吧？理想国，她想去一个理想国。我妈妈非常友善，她喜欢分享，这是我和她的小秘密，打开看看是什么。这个还没打开过，哇！他说我不喜欢分享，小秘密就是我不喜欢分享，太可爱了。然后这边还有 OK 绷，还有花，还有饼干，还有受伤的泰迪熊，还有妈妈的包里面一定要有这个安全别针，非常好用。妈咪，怎么了？这个他真的受伤、他真的受伤啊！好，我妈妈与众不同，就像我一样。这里有一个，他们得到第一名，对啊的奖牌，然后呢奖章啊，然后还有甜蜜糖果盒，里面有好多糖果。你要不要？我要吃糖果。你要吃一颗是不是？好。好家妈妈。我妈妈总是说吃光你的豌豆，还有呢，我妈妈说她说话简直和她的妈妈一模一样。
快去刷牙，把鼻涕擦掉。所以妈妈都会叮咛你，一定要保持健那个干好的卫生习惯，要刷牙，然后还要擦鼻涕、擦擦手。最后刚刚找半天找不到的橘色袜子，藏在包包的最后面。这本书是不是很酷呢？这本就叫做《我妈妈的手提包》。拜拜，我要去工作了。好啦，再见！赶快提着你的手提包去工作吧，再见。